蓝天白云啊，进入长岛啊，今天笑长岛啊，在长岛笑了啊。这大货轮多大呀，小船在那底下，你看像那个蚂蚁一样。好危险啊，这真的太危险了。这条船也在钓，不过它钓浮轮。我嫌太累，我就把船停了。今天天不错，但是稍微热了一点。我得到什么？我失去什么？纽约长岛北岸的房啊，这个沿着海岸线伸展开来，山清水秀。北岸呢，房子非常的贵啊，在以前呢，只要有房子一出来哈，就不用做广告就被买了。啊，现在由于那个地税特别高，啊，这一带的地啊，一年啊，啊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准备卖了。国内呢有很多大款哈，他们到长岛买房，他们不知道有地税这么一说，啊，所以买房你要注意啊，不是说你买了把银行存，把钱存在银行里头买房，在美国你就错了，啊，你要每年交地税的，啊。年轻人玩的摩托艇啊，年轻人啊充满了活力啊，他们喜欢玩这个。